眼见情况危急，警方也只能切进夜市，但差点撞上逛街民众。原来前方有男子不顾警方追捕，一路逃进这里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警察，来，请。直到被民警团团包围，这样男子才肯乖乖就范。会被抓，全是因为酒驾上路，还骑到蓝雅夜市里横冲直撞，游客们吓得不断闪避。 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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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发在父亲节当天晚间，肖姓骑士喝得醉醺醺，一路骑了5公里，过程中被警方拦下却不甩，差点酿成车祸。酒测只超标，留在台北市南机场夜市附近。放下！放下！白衣男走路摇摇晃晃，拿起地上砖头就要决斗，好在民警反应快，立刻冲上前制止。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三两下就被压制在地。原来男子在一间餐酒馆喝醉酒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开始呛虾，还做事要攻击其他客人。警方及时到场控制住场面，不过却也吓坏在场所有人。就黄听耀、杜鹃、新北台北报道。 我是王一中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。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、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